903广播剧《欧阳志强》第272集《好不容易》。没有最尴尬，只有更尴尬。当我以为志强在个台上面乱讲嘢已经是最坏的情况的时候，点知 Jackie 那段 rap 真的令到在场所有人眼都突埋，主家席那边直情面无表情。我见还有两个 Auntie 耷低了头添。多谢大家出席 Rosa 和 Chris 的婚礼，我们下次再见啦。黐线嘅喂，喂个 MC 有冇搞错噶？边有婚礼啊？讲下次再见嗰啲嘢噶喂，喂咁同咒人离婚有咩分别啊？你系咪啊？啊阿 Jackie 啊，吓，听讲你都唔系好得好多啫。我喂，系啊，我段 rap 我觉得我 OK 噶，好 real 噶。嗱，我决定噶啦，将呢首歌咧叫做 Real Love Song。real 系好 real 啊，都唔使 real 到咁啊。咩啊？我见 Rosa 话要临时揾人表演，先特登帮你争取呢个机会翻嚟噶嘛。你 rap 埋啲咩啊？绿帽送终，好 real 啊！喂喂，边有送终啊？都唔押韵嘅，系咪先？嗱，你问欧阳啦。喂，头先嗰段 rap， 喂，好唔好听先？欧阳讲真话啦，系咯，讲真话咯。咁啊，喺婚礼嚟讲又真系激咗少少嘅，不过咩啊，都几好笑啊！哇，而家真系帮住晒人啦、啊！黐线，边有啊？喂，欧阳，喂嗨，你仲未走咩？走啦，冇啊，就系谂住睇下你走得未啫嘛，咁我咪谂住顺便车埋你咯。啊反正咁耐冇见，我哋可以去揾间吧坐低倾下偈喎。咁喂，遇唔见埋我先？哦 ，rapper 啊，系啊系啊。Sorry 啊，我唔系好中意咧同啲低能嘅人饮嘢噶。咩啊？行啦，欧阳，好唔好啊？喂，呢位同学啊，唔好意思啊，今晚咧欧阳就约咗我嘅吓。吓，约咗你？系啊，都话系咯吓，喂。听唔到咩你吓、啊？听唔清楚，揾个医生啦，唔系揾欧阳啦，系嘛？以前遇到呢啲对欧阳飞禽大咬嘅男人，通常都系由我处理嘅。点知喺我开声之前 ，Jackie 已经行咗出嚟，搭住咗欧阳个膊头，再帮佢顶住咗个男人。个男人走咗之后，佢哋两个尴尴尬尬咁分开。讲真嗰句，我个内心系好惊讶。但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又没办法不扮冷静。在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的这一刻， Rosa 她走了过来。新娘子 Sorry 啊 Rosa， 我们 Thank you 蛤我说 Thank you 啊，喂，俾我哋反转咗个场，你仲 thank you？ 喂，边有啊？我头先段 rap 唔系好精彩嘅咩？系咪先？OK 嘅，几好笑咯。好彩你识欣赏咋 ，fans me。其实咧，我初初都唔知点解会咁放心咁揾你哋支持，你知啦，当年我哋。friend 咗一阵就系咯，不过头先都 OK 啊。你哋讲啲嘢我都想讲。你 OK 咁就好啦。系咯，咁得闲出嚟饮嘢咯。喂，你 O 唔 OK 先？好啊，俾个纸嚟先啦，费事一阵又冇咗件事系咪？好。第272集，好不容易。欧阳玲系欧阳。司徒志强是志强，阿正是 Rosa，Jackie 是 Jackie。太多人失忆，太多人忘记，太多人都说爱情始终无意，爱也许是我的，爱也许是他的，爱也需要你做媒。别再是他的，再也不是你的。
你，好不容易爱到你，我还有问是不会，你听不上我可到老的承诺，世界里我承认面对着一些你不想去的酒局啊、饭局等等等等，有个人走出来帮你解围的确是很幸福的，但我要澄清我没有跟 Jackie 尴尴尬尬地分开咯。你们呢？你们有没有这些经历啊？帮你解围的人通常又是你的边个呢？上来我的 Facebook page 欧阳宁酷欧阳分享一下。我在这里带着你，很值得，一直我会爱着你，幸福的心不舍，一切都不可思议，因为爱的只有你，我已换了自己，我意识到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爱到你。欧阳志强，一呼一吸，相生相克。